肉哥，我挺支持他说整鱼，麦克一个整那个鱼塘的。我觉得年轻人就得有想法，有想法敢做，然后才能成大事儿。谁都是从白手起家，但是那个鱼塘啊，那个我感觉行。但你说小树林又什么打猎那个，我感觉不太现实，因为你得根据你的时间地点，你想做什么都是。但是你说你在你家那块弄那个斗牛，我感觉不太现实。明白了，你要不管我不管你咋说，我想干的事我就得干。哪怕是失败了，失败以后我还敢。你真挺犟啊！明白，来十六号石头姐，没有山没有水，非得要开山庄呢。家里就养四头奶牛，我还要斗牛。听我说一句话啊，那话怎么说？那是领袖说的话，就没有枪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；就没有枪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。谁都拦不住，我看的。